嗨，我是洪森，然后我是 from GL 博山 Diamond Tools Malaysia Sri Number Hat， 我们也是东城 Power Tools Malaysia 的全马总代理人。其实我们会在沙拉布瓦这边开东城的这个秀，最主要目的是说，我们有发现到在东马这一块的消费者，他们在于要选择以预算性的工具来讲话，其实选择性并不多啦。然后最主要的是想要解决一些用户他们有预算，但是又想要提升效率这个问题啦。我可能亲身体验每一个 Power Tool， 这样我自己有一个机会来去握在我的手，而每一个东西都去尝试，可以很接近的距离的是我怎么样用都可以。2、3 我们的入秀最核心的目的是说，可以给消费者体验到适合他们的产品，同时带给我们的门市店看到曙光。产品不是你的量有多大，而是你的产品的面有多宽。是我们公司一直很强调的，做深不做广嘛。我们愿意去给消费者提供真正我们好用的产品，能够帮到他们。实际上，整个2024年呢，我们大概会推广新上市36款产品到东城品牌。东城玻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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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